用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做这个代言人，我想我做这个代言人是再恰当不过的。真的是犀利人夫嘛，人夫就是要在他捍卫另外一派的立场上面，然后正式呼吁各位要重视这个议题，所以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里。谢谢你，刚才呢次长说我们这个活动要轰动，感受到了轰动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台湾人们今天在这里已经等了好久的时间，终于看到文成航了。文成航一直一直以来是这么优秀的演员，不只是广告、戏剧、电影、舞台剧，好多好多，这几年呢更是变成了小晴天的爸爸。相信呢对于性别暴力的防治有更多深刻的想法来跟大家分享。其实真的是这样，我觉得男性在这个性别暴力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举例来说，我们说今年的假设哈，性侵害案件假设有十万件，往往大家想到都是说十个被害者的性，但是往往大家没有想到，其实十万个加害者是男性，所以其实这个是男性应该要去检讨的部分。也就是说，在男性的立场上面，我们更要去呼吁这个问题。男性本身在社会上面是占领大部分资源，而且资源的掌握者。那资源的掌握者就更应该去重视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不只要关怀女性，更重要的是应该让男性本身能够自我检讨，还有自己要这个意识，说其实他正在掌握多数资源的这一方，他应该要去包容、去体谅、去体贴所谓跟他不同的异性甚至是同性。真的，今天为什么帮我们做了这么棒的代言？今天台湾要变成一个性别友善的社会，这个性别包含了多元的性别，需要每一种性别朋友的带领跟加入。谢谢文成豪，太棒了！现在我们就要进行今天记者会超级重要的启动仪式，就要请文成豪来开启这个启动仪式。有请，今天我们采取的方式呢是，有请文成豪来这里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用拼图的方式，我们讲全台接力嘛，那么多县市的代表都来到现场了，所以我们的拼图要拼出今天完整的台湾。首先请正好帮我们贴上第一个 slogan， 拥抱多元，就如同理事长刚刚分享的，要拥抱多元的性别。谢谢。紧接着第二个 slogan 帮我们贴上终止暴力，就像温成豪刚刚分享的，终止性别暴力这件事情它是一体两面的，虽然我们知道这么多的受害者是女性，也要思考到加害者是男性，所有的性别也要一起来努力杜绝暴力事件。谢谢生豪，谢谢。好，紧接着要拜托生豪帮我们留步在台上，因为你一定要在这边，我们就可以留住这么多的观众，你说是不是？好，麻烦你，谢谢。好，现在有请理事长上台。理事长呢代表帮记者会要贴上离岛地区，离岛地区我们会巡回到离岛哦。首先是连江县，再来，谢谢。接着来到金门县，最后澎湖县，全台湾的民众们都要照顾到哦。澎湖县，谢谢。这是这一次整个影像座谈非常非常的用心，希望这个杜绝性暴力的价值观、正向的信念要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谢谢理事长，邀请理事长在这里稍后，谢谢。紧接着今天呢，远道而来的贵宾，我们要首先请南部我们高雄的惠祥主任。惠祥主任代表的是帮我们贴上台湾南部的大地图，今天你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代表作用，因为是整个南部哦，不是只有高雄这个地区，谢谢。紧接着邀请中部，今天中部势力很庞大，刚刚讲了我们中部加盟中心有舒主任、慧娟组长、素美组长，邀请一起上台，还有云林的宜君科长，也请科长一起上台。台湾中部的人口数也是非常非常的众多，我们会进行很多场的影像巡回座谈，这14部的影片都相当的精彩，而且扣人心弦，在这里呼吁全台湾的朋友一定要来欣赏，谢谢。紧接着来到东部宜兰的龙冠处长，有请处长，东部的代表，宜兰、花莲、台东地区这个狭长型的拼图帮我们完成它。最后呢，最后来到大台北地区，我们要邀请知棋主任，知棋主任，我告诉你。
最密集，人口最密集，尤其这个性侵跟家暴案量一直居高不下的地区，我相信呢，这个地区也需要更多的关怀，更多朋友一起来关注性暴力的议题。谢谢志奇，志奇主任也帮我们留步在这里。最后的一块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要邀请许思佳来当压轴，完成今天所有的拼图，那就是全台接力。全台湾每一个县市、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朋友，都要拥抱多元的性别，一起来终止性的暴力的发生。谢谢，我们一起来进行大合照，邀请女生宝宝们驾到中央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好，这个完美的。现场的所有镁光灯闪不停，捕捉这个难得。好，我们这边右边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这样的活动，这么多朋友热烈的响应还有支持，我们相信台湾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正朝着友善性别来迈进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呢，邀请生豪司长跟理事长帮我们留在台上，请三位帮我们留在台上，我们再。一张大合照，请，谢谢。大家也知道吗？今天的记者会呢，待会儿我们会进行，就是要影像放映，放映的是《青春物语》，一部韩国的电影，来描述一个非常年轻17、18岁的少女，她性侵了啊，被性侵了之后，她如何重建她的生命，而且她被性侵之后，在社会上如何来面对这些社区。被害人的爸爸妈妈，面对学校，面对家长，我要生蚝。谢谢。紧接着，我们请理事长先入席坐坐，我们请生蚝跟司长帮我们再留一张合影，谢谢。因为呢，理事长待会儿就要帮我们主持待会儿《青春物语》的映后座。两位这边。这边，我们听到了声音啊。进行媒体联访的时间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